Santia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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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Diego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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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浙江台州地区，台州市有三个区，椒江区，椒江区原来叫海门，现在叫椒江，黄岩区。路桥区有三个县，三个县级市：临海市、温岭市、玉环市，还有三个县：天台县、仙居县、三门县。现在这个把这个名称啊，台州啊，原来就是六个县，现在啊有区。有县级市，还有呢县。